这个西点谁是安逸哦，你觉得到国家有顺利有没得冲，是了中国国家在积老金，这老金要给他查一下，还要收些税，我全程不管了。我们说是好啊，美女，你如果这个三十怎么了？如果呢，好吃不嘞？好吃啊，啊，好吃，我们多多听你说哦。是啊，我们只要今天有得十几年，不等就管，差不多了。有些久了，看来管管装不到。是哦，我也丢了个。谁都没理他了，你送就行了。好，吃完了，走。你都给我抓十只哈，还有的，欢迎。嗯，老姐，你好了。嗯，十一点有点过来喽。我们老在红薯，我到咱那去了。哦，就要把双鸡都了哈。我明天干两脚啊。啊。今儿你俺比本不要啊，就这种啊。这个不算了，就是这个黄牛。你做门呐、啊，房间里没得水，他就管赢了。那我心里还有女儿哈，是不是啊？女儿，但是她有点小。这帮我妈做毛都真的好，我就把阿姨给我洗了，摇一摇的。这个我要装门。哦，这个门那个。这个我不想负责，要拍菜的，很安逸哦。你那是老古董啊。哦。你还没打那个陈志佳，没得多了，真的。那你过来就好。嗯。哎，他说花了就花了，这不行了。哦，来了。那开关的杯就打气了吧？那就打错了。只有十一点没有，他很难就算怎么着了。我刚刚拍了一个东西。美女，希望去把我们那个糯米生来抽。我哎呀，你中饭。叫我把火收下啊！哦，收下哦，你炒菜。哎，你好，给糯米粉，赶紧里面吃，吃。哎，这个糯米粉是香的啊。嗯，这鱼又快来了。嗯，都是。喂，你们这菜怎么安逸哦？啊，安逸，肯定来吃给你。好了，快点吃你吧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就是我你们来吃，你们说。哎，来，没。哎呀，大乖。哎，为什么不看起来哈？哎呀，叔，吃出来没了，是哪样？昨天是哪些没晒出来？这是糯米粉，你们咋喝就肯定。哦，有的可以。啊，冬天你往不喝？喂，我早就想请你炒这菜喽，才安逸。知道你往冬天你想。哦，有的。啊，冬天点，冬天点。好好好好，我吃了不哈？这生意真的香。嗯，闻香好香。嗯，我们真的不。嗯。才叫我们那个出水要水安逸的着了的。啊，水都凉快，水都是凉快，鱼儿凉硬是安逸，你们这儿。干不断好。啊。干不断也热，它就也凉快。啊，没经常看到你们那儿硬是安逸的着了，我们老天就想的少。呼吸热，你要去呼吸真的凉，然后像冰箱子的水。啊，是了，水是凉快哟。还有。你说安逸啊？我得问过你那个菜也好吃的。还是啊，啊学教过了，他是挺啊。哎，水应该是了哈。嗯。那我就弄点来，加点吧。哦，叫名字喽，用我这个管名字字给你名字看看。嗯，让你好好名字字的名字看看。是不是多点？哎呦，这不累个。你说点啥？谢谢，谢谢，小雨。这个油锅，这我吃好了。
要去洗了吧？啊，那个不要我送你了嘞，是过年去洗我的衣服啊，真不急。空气，没有没讲了，这个糯米是来臭，你看。咦，这个糯米是俺也给讲。那是了，在外面包装就是这层，里面包装它又是这层。这为啥哈？哦，它这配料表只有盐巴水，主要是它洗洗吹泡吹泡了又干净。你们弄点水来，那臭的。这个表面像铜表盖那个。这老母亲你走哈。哎呀，你把鸭下来哦。你去走了好几点。是你收没人家吧，他走都不会哦。那也都没吃过鱼的，你啊，看见也都没鱼吃过是吧？其实他们真的我吃过。这儿子饭吃了，搁里头菜。哦，有的，都有。这你看，这农民工挺开，俺也来行。俺是啊，你最想家那边儿，农民挺开，哎，香啊，那就等你。嗯，好了，能吃了，能吃了。那都不，你快点，甭跟他玩，马上提出来。好的，真的是。他们等你，花在你，那你请他，很快。我给你试一下，好长。这两个腿，看得清楚。来，老王你要饭，有的了。哦，他们火起来烤。有的，吃饭就要烤个火，今天。哪儿火熄了？你看，没火烤了的哈，麻溜的人。哎，今晚吃啥意思？这样这个糯米粉肯定爱呀。哎呀，你嘴巴吃。嗯，好吃。我就吃我吃米粉。耶，炒椒椒的呢。这个只要加酱，真的啊，这黄瓜才有。那老头听我有啥话？你真的敢乱多讲话？我们娘子们这才有劲噶，你忘了？是吧？我们才取消了这个噻。将来你名字叫关，这话给人家房子没打了。这话了，你看那点名的事。我你只叫这些关系。大平名声过起来了，要想多你点，大平人家建个房顶咯。喊你怎么你去玩？哎呦，这家里好安哟，你看。好热闹哈，热闹得很呐，这种，这个又深又大，可以加又红，哎呀，两个两个人呀。那是这个锅子是那香干哟，小妞。哇呀，好干呀！呀，好好吃啊！哟，吃个的满哟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哈哈，哇呀，这太安逸了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这个的满，你真是好吃啊！我看看
这儿你看这个包有几块钱？哦哟，我给你说的哈，嗯，五十块钱我拿的个，五十块钱哎呀，你看十块钱包的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装不倒了，你看我们这，就是，接不接？要倒完吧？哎，我老提不起了。或者刚才兄弟日本只有我倒，日本只有我想倒，就这个，我倒直接丢了还想倒。你又来倒呀？你倒就我就听不懂了。嗯，听不懂我。我要乖乖那么懂了，妈耶！我也好想哦。你这个计程车挤得，哎呦！你又挤得多，又挤得很，又大呀！又挺的。我到了去包都担心哦，去包还是不担心哦。我们快点儿去采酒去去哟。哎呦，这个是水果还是吃不饱？哦，安逸哦，安逸。那去采酒去去呀。那这样就是这个火顶包吃好的。哦，知道。看你生火。人家老家了，人家人家喜欢人家。哎，这个决定还有决定是。嗯，这花灯花还真的漂亮，这花真的好不？嗯，真的好，哪是这个？漂亮不？就像一树上开花一样，你看，真的那个是好看了呀，那么闪耀呢。今天睡过去去啊，你这去就是你拿个睡过的票。看我吃饭了，晚上吃个睡过是最美了。没有，你昨天还在做盘子，我说让我弄来讲你的。今天一天了，就是一天了吧，我早就玩过了。今天去啊，过去玩一会儿。我的妹子，哟，这人啊也是个，这酒一瓶酒一瓶。嗯，那时候一个酒了一个热干子，一个酒了一个甜。今日晚上你是趁着下甜酒了哇？你是喜欢吃火的吗？你会整个你就回家。嗯，哎呀，我外了和你们尝一下。嗯。自从跟你老家见面了。我当然听啊，我晚去36了。嗯，还睡不来吃哈？我就在想着来看，我睡不来吃啊！你我那个，嗯啊，嗯，不然没有了，就剩下。那酒精就要再来。嗯。怎么样？嗯。嗯，我好久找来你了。好久了。刘秀平。